不是来找你谈心的，所以有些事我不说你别问，因为你也是这个规则。不是，我是想问今天晚上咱们怎么说，咱们怎么说。然后我说这哼，不要有邪恶的念头。分手吧，分手吧。既然这样，分手吧。你出去，好的，你出去吧，你出去吧。一会儿洗澡，去你先洗澡。他洗澡，洗澡。那你问的吧。交往。洗澡你先洗，我先洗。先洗吧。他主要问这个洗澡吧，你得稍微的试探一下。你想想啊，我不是女生，我是女生的话，我也觉得就是你到人家里吧，洗澡是一个特别，对，不是羞于启齿，这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，对吧？就是说，等会儿你先洗澡，对，你想想，你脑补一下这个事儿，因为洗澡。就是你跟阳光，如果说你俩现在并还是只是说什么？你在别人家里面？不是，反正女孩，我们男孩都干不到，你在哪儿都能洗，在哪儿都能洗，对吧？我们这露天都能洗，关键就是你到这个房间里，你说洗澡就是试探，就是试探，试探，对，是试探，谁先洗？然后就会拿箱子，箱子完了之后，然后你箱子往那地上一推。几块变，因为他阳光是不能动纸箱的，包括后面他拿的箱子不可能，那里面肯定装的全是女孩的那个内衣，对吧？就你那块，什么颜色吗？其实他说这个，我们俩是。来我家同居以后的第一顿餐，难道不应该正式一点吗？想吃什么？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炒……就你那个鸡给我弄的。烧雏鸡，是吧？突然中间那个又蹦出来了。这个是不是？一包不够。有家有嘴真好吃，有家有嘴真好吃。你要说这个话吗？真的。你平时点外卖都这么点？平时一直在点的多，我想三更半夜的嘛，也别吃太多了，就意思一下得了。敬你。多多关照。不要让我洗。不能出去，不能听我洗。你看，皮蛋干不干？能没多久。对呀、啊，只能灌汤了，只能灌汤了。喝完酒就出事了，喝完酒就出事了。我曾经想过无数种方式来迎接我，但是我怎么想到是这种。走，去手去。要洗。走，去手去。要洗。来吧，拜拜。
喜欢吗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给你做饭了。嗯，我给你做饭了。你想啊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贺子谦亲得多的。那你呢？你吵架了？你和你母亲的事儿，你只要放下一半，这个事儿基本办不，这个事儿基本就过分了啊！怎么能呼噜打成这样呢？真的是，笑死！来来，把呼噜上。